拢会承认的，相信来行行的啦，好不好？来到草屯的南埔环保站，大门旁的这一棵芒果树很有故事。七年前，上人曾经来访。生这一粒的，啊，这大粒的，啊，我给写一个上林版的啦，哈，山已经这大丛啊，啊，这边种山啊，啊，这边种这丛，啊，结果吼，七年后啊，你看两边大海烧夹起来，啊，叫做胡慧文。这里老菩萨居多，简其黄是草屯第一颗环保种子，爱护地球了，嘿，能够哈。减少垃圾量也是造福后代子孙了。做环保不会老，七十岁的环保志工陈继央越做越欢喜。大家拢安尼过分啊！天也袂光着出去摘，安尼啊，做个笑眯啊，再个做个暗时暗时收安尼啊。咱的顶头就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。国道六号高架桥下的北山环保站客难成立，听雨障人士郭满妹也跟着志工来做环保。回一看，搁提保特瓶，不管哪管，搁必须捡回看。安尼伊才知影讲，我就是要出来来环保站。祥林，我爱你。人生呢，真可爱，啊，不过爱爱有路用，啊，咱活着呢。那做无路用啦，那这个人生都袂水哦。咱即马大家拢是做真水的人生，因为咱的生命啦，都拢有伫咧个用落去哦。南投联络处也有许多温馨故事跟上人分享，上人跟志工云端相会，叮咛与祝福温暖在心中。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